妈走，咱俩去新华营那儿看看研究吧。虽然说是我自己揽的这个活儿，但是我自己我也决定不了。我说走，咱俩先去看看，看看啥价位了合适，然后都是啥价位，看看。走，去问问。哎，去转转，多问问几家，多看看。也来到这边这个烟酒水批发的地儿，这种批发的地儿它应该会便宜点吧？先进去主管问问吧。走走走，走，问问价格。我看看烟酒，这要啥样的嘛？2-3百来呗，就俺办事儿用的。有啥推荐的吗？代开用的是吧？具体的我没领回头，是我没自己看，就是。你先看看。那个洋河嘞？洋河哪一款呢？14吧。你新包装的，老包装。新的和300多点。新那个蓝色的是新的？不是，那蓝色。不是，就那个蓝色包装的。对，一八那个是包装。这都是跟你办的，这都是老板。哦，就那是老板的。对。这是啥价啊？二百。俩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，那300多点。这是300多，这二百多。那个也是300多，这个挺值的。啊，这个。这个都没有货。大青瓷没有货。没货。只有升级版那个老青瓷有货。送到那个4000套。4000套。哎。然后这个好像送的是个茶八节，送个啥？别忘了。这多少钱一件？300多。300左右呗。那多的其实哎呀，用不几件就。你要是像二老哥，我5件6件都就那样。是。啤酒、辣酒、饮料。对。水。怎么办？或者给全店打电话问问，看他说。那啥，叫他过来。咱俩搁这儿，我也决定不了。甭叫他过来吧，叫他过来看看。咱先打听一下价格。反正刚才大概问了一圈，哎呀，我对这商业不太懂，还得给俺爸、现在他俩，反正还得商量具体用啥。走吧，先具体问问看看价格，然后先去给小妮洗一澡。那天给直播间俺也抢了2条乳胶毛巾，可带劲，给回家用着。嘿嘿。一个擦脸，一个擦屁股。看看，这小孩儿应该是都好让洗澡，一洗澡瞅瞅多舒服，就是有点紧张，看那小垂头挪的。看现在多了4.86，还不到10斤啊，不到，长得可不多呀。俺满月的时候称了都8斤2两了。4.86是多少？9斤。9斤6两。耶，你肉都长大了，看着吃的怪肥呀。刚给小妮洗完澡这，那个烟酒啥也都看了一圈，反正大概都那个价位。然后我说，俺老舅他家不是那个小卖部批发了吗？我要不明天打电话问问他，看看他那儿就是如果合适了，让他去进点，价格合适，明天去问问。走走走。